晚上好呀。怎么登不上去？哇，谢谢愚公的飞机！哇哦，哇哦！感谢愚公送给呆呆的 K 波飞机，谢谢。什么？啵啵啵啵啵啵！我怎么觉得脸有点黑呀？啊，我今天吃的东西太辣了。吃的东西有点辣哦。是的，今天要新唱的蛮多的。打扮吗？打扮吗？对呀，换发型了，是我，不是我是谁呀？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就是。换了发型，然后还有妆容，所以差别比较大吧。欢迎九给给，你昨天说我不欢迎你，我今天欢迎你了啊！在研究一个新东西。我不是不能吃辣吗？怎么说呢？就是今天换了个厨子，平时微辣还是吃得了的。然后今天这个人这一家放了好多辣椒，唉，现在胃有点，像火烧，有点像火烧。太骚了，太骚了！希望晚一点胃不要疼吧。就点了 V 辣，然后就哐哐哐哐放了大概10根辣椒，就是那种干辣椒。好吧，好吧，开了，发了直播通知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最近我这两天在搞一个新东西，我们测试一下吧，就是一个虚拟的。虚拟形象直播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功能，里面的这个功能呢，它是可以蹦迪。哎呀，我前段时间好喜欢，好喜欢去别的直播间，就是网上蹦迪。然后没想到这个软件也有这个功能哎，然后我就一直蛮想试一下的。要是可以的话，以后我们助眠前就蹦迪，然后到点了就睡觉，就上一秒还嗨的不行，下一秒就闭上眼睛，非常安详。
感觉我左边眼睛里好像有东西，好难受。谢谢星空卡呀！哎呀，啥东西呀？我也看不到。先不管他吧。没有我漂亮，可以捏脸呢。然后，我捏了一个，就是波嘛。形象，谢谢，谢谢格兰蒂，我看一下，能不能打开呀？好像说要绑定设置，绑定直播间吗？怎么绑定直播间？虚拟摄像头啊？哦，OK， 然后呢？看看能不能导出来，导不出来呀。迫不及待蹦迪了，我没搞好呢。他说要登录哎，我看一下，斗鱼直播房间号5092355，连接，绑定成功，好，绑定，我不绑定成功了吗？先绑定房间再进行互动玩法，我不是绑定了吗？发送验证码 YDYM。我试试啊，我们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蹦迪。绑定了吗？可以了。好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发？要我自己发才可以。哇，我真的电脑不知道能不能带得到。等一下，我开个摄像头，有没有啊？这不行吧？这画面为什么获取不到呢？18还是19？是19，我改了吗？是19，然后因为你的脸比较白，就给你18。你看我看到大家了，发弹幕好像就可以加入。可是音乐呢？Music 呢？音乐。在哪里？气球？对，
对，就跟修狗夜店是差不多的，可是这怎么进行直播呢？绑定了直播间啊？那他就是如果说我要是关播了的话，从这里就能直接开播吗？我有点不太懂。要不窗口试一下吧？哦，我懂了，应该是要就是尝试窗口，试一下窗口，窗口，这个确认添加，妈呀！怎么搞的？弄不好。你们看得到吗？这怎么是黑屏呢？我搞不懂哎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等一下，这样好了，截屏试一下吧。他也没有教学，你知道吧？我还以为很简单呢，结果以我的智商，我弄不好。看得到吗？放个歌吧，我手动放 music。稍等一下。啊，我鼠标呢？看得到吗？这窗口还不能隐藏呢。哦，窗口可以隐藏吗？粉丝指令，登录是什么？哦，还可以提灯笼。点到什么了？这怎么搞的？齐刘海超可爱的是吗？不是他，愚公，这怎么办？他就是。怎么说呢？我不能把它调大小了，就是上面和下面拉满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移动啊？我刚刚不小心放到角落里，它就变成这样了。看到了。是吧？调分辨率嘛，你看就只能调宽窄，不能调高低的。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变回来了。等一下，调一个和煦的位置。
那还有个斗鱼的标记呢。对啊，直播间的水有啊，好像发弹幕就可以就上来了。我还是把屏幕再写小一点吧，太大了。写小一点。看到吗？很帅是吗？他应该是可以摄像头投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摄像头这里获取不到啊，获取不到。放一首，放一首 music。真的，对呀，他为什么可以上台和我一起？右边的是我创建了一个虚拟形象，哎，他为什么可以上？哦，他送了班卡，他就上来了。嗯，笑死了，兄弟们，搞张班卡把他挤下去。他还有虎头帽，哎，他为什么？他有虎头帽， 这就送了班卡了吗？嗯，点个灯笼，一人提个灯笼。啊，我来切个镜头，接下来我是，那个什么，摄影师啊，切个镜头。嗯，翻弹幕就可以上来。我之前特别喜欢看这种直播，然后就是睡前到这种蹦迪直播间发个弹幕，然后上来跳，就别人直播间好多人，就疯狂找自己。欢迎恋人呢，再来一个旋转镜头。卡吗？家人们是不是卡了？这个电脑是不是有点吃力呀？不卡，不卡就行。对，发弹幕也能看到哎。好搞笑。谢谢恋人的同心卡。现在为什么还是湘北啊？不应该是恋人吗？啊，湘北送了鱼丸荧光棒什么的吧，就跑到这个。我看到波吉王子在最后面。等一下啊。就是还有个推进镜头，左摇嗨起来。上得来呀，就是你上来了要找自己。夜店，我把标题改一下。别人是什么修狗夜店，我们这是什么？单单夜店。哇，我刚刚看到波吉，他的样子真的是个波吉，在左边。真的，他真的是个波吉。刚刚，难道说这是头像吗？你看，那中间有一个波吉，看到了没？就在这里。有一个波及，看
道呗，波奇哦，无双也是波奇，哦哦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他们程序员这么设定的。我还在想，为什么叫他一个人是波奇，有好多好多波奇，看到了。不合群呢、不好意思，我就看到这个什么的，我就点了一下，啊，我再也不点了。有高的，我们试一下低的呢。低的就是这样嘛。妈耶！刚刚那个太恐怖了，一起喊，一起喊。可以说，啊，可以了吗？哎，可以让人走起来吗？按道理说是可以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找一下。我知道可以，可以走的。我去找一下教程，我去找一下，稍等一下。有教程的，有教程的，有教程的，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就是移动指令是前后左右动停。然后形象切换是男女，然后还有装扮指令，就是墨镜、手指、糖葫芦、啤酒、冰淇淋、荧光棒。你可以给自己，你们可以给自己装扮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我复制一下，然后把它弄到公屏上，你们就能看到了。换一首 music， 我们要先大家帮忙过一下呀，这部屏幕太小了，可能会有点看不到。打招呼，这个不够嗨是吧？在这里，这也太长了吧！我看一下，把它截一下，截一下。OK， 哇，好多字啊！你们看得清吗？换一首，换一首。我平时不听 DJ， 放什么啊？我搜一下，找一个歌单，找一个歌单。你好啊。蹦迪，这个吧，这个播放量蛮高的。
看一下用管理器怎么样，也不是很占内存嘛，我还以为会很吃内存呢。好，直播间看一下，吃这个是吃显卡吗？好卡呀！好卡呀！天哪，鼠标卡吧，可能是。抽烟什么意思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我这个鼠标就特别卡。下棋好了，哇，好多人呐！啊，我一直在搞别的，啊，发现现在好多人呢。还有半个小时，就要助眠了，家人们。我们大家先过一过。这什么游戏？蹦迪，蹦迪，好玩吗？喜欢这首歌，换一首。不嗨呀，哇，我谁都看不到了，我就能看到我旁边那个人。找不到合适的歌单呢。
平时不听这些风格的。慢摇歌单，可是就是没有我喜欢听那个。哦，我记得以前，听了一首黑人抬棺的 DJ 还可以。对，属实蛮迟的，现在没有到点，现在没有到出面时间的，晚一点就好。哎，我穿的这个，今天这个穿着好像不太合适，是吧？我觉得昨天的穿着就蛮合适的，是不是？戴个墨镜，我只有这种眼镜啊，这个眼镜，谢谢海洋，这个怎么样，家人们？